这本是我最近在看的书，其实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呢，在 YouTube 上就是看过好几个人分享这本书，叫做《五秒法则》，然后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有过应用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。然后这个法则其实特别的简单粗暴，但是呢就出奇的管用，所以我就想跟你们分享。我现在已经看了一半了，这个是我做的笔记，我会在下一个读书分享的视频里面跟你们分享这本书，你们也可以去图书馆借来看一下。